立法院南迁的议题引起中南部地方政府积极争取。议员罗美玲在南投县议会县政总质询中，期望县府争取立法院迁入中心新村。县长林明真指出，中心新村是立法院南迁最佳的选择地点，中央机关也可以考虑迁入，同时也欢迎其他产业进驻，除了带动地方发展外，也能促进人口的增加。县政总质询中，县议员罗美玲指出，南投就业机会不足，导致人口外流，担心未来立委席次减少。近期又逢各县市政府争取立法院南迁，盼林县长积极争取这个机会。县长林明真表示，中心新村地理环境比其他各县市提供地点更加优越与合适，加上高等研究园区在中心新村，如果立法院以及中央机关能够迁入，对人口成长都有注意。将与全县民众一同争取立法院到南投。立法院是不是要南迁哈？那么当时啊，我在担任立委的时候啊，我不但是要立法院能够南迁，但是我也希望啊，我们中央哈，中央政府啊，能够再迁一些下来到我们中心新村。啊，结果那个案子哈，也就不了了之。那么你今天再提出来说，立法院要南迁了。其实咱中心新村哦，比成功岭更条件更优越更好哦。那么如果啊，立法院迁到我们中心新村，那么我们中心村又有高等研究园区啊，这样两个相衬托起来，我们南投县的哈人口成长就一定快速。所以是要靠大家的力量哦，把这个保育的。林县长也指出，知名制鞋厂商宝城国际集团有意愿到中心高等研究园区设置研发中心，预计提供400个职缺，其中有250个为高阶研究人员职缺，相信可前往求职，增加就业机会。如有厂商本身自己人员担任高阶研究人员，也能够举家迁入南投。县府也会协助中科修缮该区域住宅，让进驻人员留在南投。